小星星，你吓我一跳。陪小黄人要做的一百件事，捉迷藏。今天小星星主动要求要在我们身后的这栋豪华别墅里面玩捉迷藏。我们家是豪华别墅吗？对呀，这还不豪华，有三层啊。游戏规则就是小星星和翠翠有五分钟的时间去藏，然后我来找，最后被找到的人将会有丰盛的奖励。奖励什么？板栗。先找到的人一颗，最后一个找到的人就两颗。啊，果然是丰盛的奖励。OK， 这不重要。倒计时五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哎，你走远一点嘛，我们万一藏一楼嘞？那我走远一点。这个房子哪里我不知道。面你藏窗帘后面去。上次你爸爸都没找到你。过去30秒，好无聊啊。啊，你藏这边。你跟我一起藏吧。我们藏一起，那不被他一窝端呐、这个房子一共三层，顶楼啥都没有，最有可能藏在二楼。这个你进不去。我说我只看一下。哎呀，时间不多了，儿子。已经过去3分钟。那我们两个都在这个房间，这边他俩也在这边。好，抓紧时间，还有最后2分钟。你看你爸爸。嗯。你爸爸看到我了。他们在二楼。走走。我们在二楼，我们藏到一楼去。你把窗户关上行不行？这太明显了。嘘嘘，不要说话。还有最后1分钟，只有1分钟了，这没地方藏呀。最后30秒，哎，只有30秒了，快点，走走走走走走。10、9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8、7，5、4、3，我们藏在一起吧。好。2、1，藏好了，我来了。这一楼是不可能有的。灯打开，以防万一。A 没有。儿子，喂，嘘嘘嘘，藏好了。走快走，我们扔到前面去。厨房里面有吗？没有，去楼上楼上。妈妈说在楼上，楼上的主卧。他以为我们在二楼吗？爸爸的声音。你们藏好了，门后面。A 没有。这怎么会有呢？窗帘后面。没有啊，柜子里面，儿子竟然没有。我们绕到一楼去。他走了，我们就到门口了。对，看来他们只是来过这个房间，这客厅啥都没有。儿子啊，小星星，你该不会在这个衣柜里面吧？哎，粉色的衣服，翠翠今天穿的就是粉色的衣服。出来。哟，那是棉被，奇了怪了，这柜子里面也不可能有啊。仓库，仓库，我知道他们肯定在仓库里面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嘘嘘，小声小声。这仓库里面啥也没有啊，一览无余，根本就没有藏的地方。这个箱子里面不会有人吧？没有，下面也没有。怪，你们躲在三楼吗？到这里他肯定不会找过来的，就坐这里。这就是我们家的三楼，一览无余，这里面。没有，这个房间没有人。我先去一楼看一下，他肯定找不到我们。怪了，他们还会跑哪去？二楼和三楼我已经找遍了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他们在一楼。你们在打游击战吗？这个房间不会在这个衣柜里面吧？快吧，没有，也没有。床底下，儿子，你在里面吗？看来不在。刚刚老爸提醒我他们出来了，难不成躲在这边？我好像听到声音了。儿子啊，小星星。哎呀，我要把你吓住。你吓我一跳，这怎么办？两个人同时找到的。你儿子说非得要跟我藏一起，要我跟他一起藏在窗帘后面，我说那不一锅端呢。你们刚刚藏哪里啊？本来不是在二楼吗？我们转移了呀。我们走下来了。趁你不注意，我们就在这里。哦。哎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收。哎哎，收收收。这两个人就是打的游击战，去颁奖吧，一人两颗板栗。你搞清楚了。哎呀，我都流汗了，衣服都快汗湿了。哪知道你们是打游击战？游击战是什么？游击战就是随时开溜。我刚刚回看了一下，找到他们的时间只花了6分钟。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。我们是姐姐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你奶奶。
哎呀，他自从出院以后就一直这么嗨，这正不正常啊？